其实刚才那个动作我可以做。来，陶老师，陶老师说到这里，我们就是、哎、你说你可以做的时候，大家也并没有想看的意思。对呀、啊，还是我为直男掌声鼓励一下。我以我56岁的高龄下腰，你还不想看？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要加油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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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哦。就是转两下，把这个脚站稳，然后一种世界是我的这种感觉。要往后退，往后退。哇，请你不要自己加动作。谢谢队长。不完呢，那接下来呢是队员当中的外形相当抢眼，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像这个吴彦祖的这个。哇。李承铉对不对？好帅哦！他的这个眼睛，哦、他帅吗？电，我能啊，我能。他帅，你也帅，你也帅。哦、是是是是是你比他帅，对对对真的。只不过我们介绍他说他最帅。你比他帅，你怎么跟你亲人说话？别告诉哥哥，你最帅。我哦，我知道，谢谢。哎，我跟你讲一个，妹妹。看你，你如果抵得过他的电眼，他要就是所谓抵得过就是这样，你要加油、啊，要摆一副很臭很臭的脸，然后他会持续30秒给你放电。嗯、这个时候你如果就是中途有泄气啊，被电力融化或者被他的帅气吸引的话，你就会变颜色，变你的脸。不行不行。哎，我刚才好像还看见他哦，啊、他在跳，就是不是街舞小子在跳舞的时候，他用嘴巴打口气，他会 beatbox， 他也会啊 ，beatbox， 会打 ，one two three one， 他们四个都会 ，yes yeah yeah， 哇。哎，对，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是声音最完美的这一位了，他的名字叫做申晨曦。Hello， 沈阳。刚才我们听到他在这边唱的时候，哇，那个声音好有穿透力。他负责的是高音部分。对啊，用 beautiful voice， 示爱给娜娜，好不好 ？Yes。You are so beautiful. Oh yes. To me.You are so wonderful. Oh yeah, yeah. Oh, oh. Wow. Yeah. Yeah. 唱不行，没有没有，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声音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弹簧，就是很松弛的在那边伸展，然后就是。游刃有余。那接下来我们用一句本土话来教你向娜娜示爱。嗯，对，记得学啊、哦。我来教你，你长得真的帅。好，来，预备，开始。好，你长得真的帅。这就是夸她很漂亮的。嗯，她不喜欢人说她漂亮。她是我的朋友了。刚才那一句啊，就是说她长得难看，所以她不高兴。是。哦，我教你一句真正的表白，好不好？真正的，我来教你。玩得你好啊！啊，还可以说棒。预备起，这个更好，更好。玩得你好啊！你开心吗？你开心吗？娜娜，你要说，我知道，你要说谢谢。不，为什么不？笑成这样，不可能是好事儿。真的是好事。喂，你们一起说。你先说谢谢，我再告诉你什么意思。你先说。凭什么？我去问一个老乡。好的是长沙美的了，你呢？什么意思啊？你长得好漂亮。我就是王振国活啦。谢谢这位朋友。待会儿领两个盒饭。娜娜很喜欢这一句，对不对？是。全场的观众一起对娜娜说：“往大里好啊！”一二三，往大里好啊！谢谢观众对你的肯定。什么意思、啊？过来，过来，过来。那位女孩，你要是骗我的话，我告诉你。
许恐吓观众，回来过来，小心我待会儿在门口堵你。还有一位完全没介绍呢，那不如就不介绍好了。不行不行，这位一定要介绍，还没介绍的哎，这介绍过了，张成仔。张成仔，大家好，我是张成仔啊。见到你们很高兴啊、我们见到你也很高兴、对，他就是有、你们是漂亮，谢谢。好，我们就假装听懂了，好不好？好、谢谢你啊！对真的有点卑鄙。他们是我见过就是最努力学中文的，真的在他们那儿每天都要学中文。而且他们就是不准说韩国话，这四个人不准说韩国话，所以他们一整天都不说话。我就想，你们这是学了多久的汉语啊？但是我有点想说，听不懂，就是听不懂，就是。